在民众在阿里阿里族的啊大公界，大公界拜拜，有用槟榔的呢。进去啊，要脱鞋啊，跪着啊，手拿着槟榔，手拿着槟榔拜拜，哎呦，嘴巴含着，嘴巴含着酒，然后这样喷，嘴巴含着酒，然后喷出来。要拜槟榔跟米酒，你看到业绩和业绩的场地有好多的猪啊，全猪那个是有许大愿的，要还愿的要拜全猪啊。业绩活动在我农历九月四号晚上十一。